这样。要记得。你的眼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哎呦，就是这边不会开眼吧？因为已经走进来了。我觉得反应要快啊，就是会会开。对，就是、哦、要开吗？嗯，好。你知道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是你觉得不用就真的不用，因为通常正确打法就是你知道他在那，对，你知道他在那嘛。可是你不会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眼睛去查，就是他开枪的，他就没查到没关系，他知道他开枪打掉，你听得出来他在哪，你懂吗？嗯。所以这边我是会丢眼的、哦，而且没有来不及，来超来得及。嗯。然后还有漏音。嗯。对。我真的觉得这块习惯要改掉。好吧。哎呦！刚就是要。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，他瑞斯给我一发，我飞那么高哦，他给我一发哎、欸，靠腰。Queen's路。到底傻小？嗯。他刚走的。我他运气不是的。我这对啊，我这应该看不懂，到底是真的还是？然后你这边也是。你暂停。你是查到 U 后援，然后你也没有讲。那如果今天呢，你没有讲，队友从校外出来，像刚刚你看这个不死洞，它贴着墙，是不是再晚一点点，所有的队友然后就不见了？你懂意思吗？真的啦，我觉得有些地方可以不用讲，可是像这种很重要的，真的要跟队友说一下。都不讲话，你就丢自己丢自己打，我就觉得那就很没有意义啊。玩侦察角就没有什么意义啊。嗯。开始吧。Spike down A. Down. 我再看一次你怎么死，好不好？那个，看一下。右边，点后右边。嗯。我以为他在里面。嗯。开始吧。现在找。早开了，太早开了。不卡不卡。